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怕。那座螺旋塔看来是西蒙隐形超级战舰的传送站，这对我们是个极为致命的威胁。幸好有个及时的补救方法。UNSC 有60%舰队正从目前部署地返回瑞曲星，第一批战斗团将在48小时内。48小时，这叫急死。哦，这一次你要压谁？他，你每次都选他，他总有办法搞定他。那东西差点毁了我们，结果我们还要等支援，到时我们都快没命了。我们所有核武不是系统停摆，就是随着船舰被摧毁。你说的没错。真的？盖子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。你可以拒绝。不。你连听都不想听。好吧，你说。还记得几年前的那场意外吗？就是飞往天鹅座的殖民船，当时死了700人。我记得是要签空间传动装置故障，对吗？其实传动装置根本没问题，是装置没有架设好。启动后，一半的船身就这么不见了。你是说这有关联？怎么说？只要加上一些助力，星盟的超级战舰也可能出现一样的意外。看，即使对你来说也太……有启发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继续说下去。可以拿吗？小心别伤到自己。目标呢？就是在我们上方的自转同步轨道摧毁星盟战舰。长官，这有获准吗？你认为呢？哦。方法呢？就是用耀千空间传动装置来取代我们没有的核武。我们就是传送系统。解决方法就是让我们上去那里，就可以操纵耀千空间传动装置。谢了。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能航行到轨道的运输工具，还有那个最贵的人造设备。我是前线士兵，不可能获得那些资源。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看那不存在的军刀计划中离这里最近的发射站。根据传闻，该计划连续被3任政府驳回，而我们的新成员在那计划中当然也不是驾驶。你这样说还真吓人啊。我们只要获得 Holland 的同意就好了。希望一切顺利。你来问。天哪，他不可能会答应的。发射站要稍微步行，再靠近就很难降落了。收到，中校。各位进行扫荡。你不会道歉吗？有敌军。发射站就在正前方。走走
的，有些计划好到让你无法拒绝。快搭上军刀飞行器，以免它等下反悔。下面平台发现王皇号，管制室就在那扇门口了，中将。军刀已就绪，并准备发射了。就正搭着猎鹰号前来，等你们发射后缝毁伺机逃脱，快！
脉冲驱动讯号，战斗机等级，小心军刀小队。后面有战机。军刀小队，使用大炮轰掉他们的护盾，然后再用飞弹攻击他们。好了，射击。确认歼灭敌人。防御设施的便利为79%，再多撑一下，军刀小队。敌机正在追击你。巡航舰9号呼叫附近所有飞行器，注意，有一大群攻击部队接近了。空中巡逻舰和军刀小队将转头迎战，并防守太空站。有哪里是没信号的地方吗？巡航舰9号呼叫所有 USC 战舰，太空站防御设施恢复连线，请清出路径，我们要轰掉他们了。现在热的。解决这架。敌军战机想锁定。出去了，六号。警告 ，M-SPEC 返航舱已脱离。我需要你的强制操作。警告 ，M-SPEC 返航。驾驶舱减压完成，座舱松开杆已拉起。请重复。拉近坐标1922的地标。乐于之至，欧尼次方基地区域18G。热情下。Noble 五号，你的脉搏升高了，对于 Hosey 博士及次道基地内的事，你也无能为力。数据相当明确。Noble 五号。我知道。B029号，你可以重新启动推进器了。Noble 六号，我是哈伦。上校，请说。我们已经锁定一艘返航中的轻装军舰，以预测的路线飞行。
把炸弹搬上那艘军舰，然后我们便能建立传送系统。都不跑，不能护卫炸弹，你的军刀小队要清除登机的空间。了解，上校。由于沙瓦纳号要负责提供要清空间传动装置，因此他之后会加入我们，并负责提供火力支援。UNSC 沙瓦纳号，我们的机翼可能有点受损，但我会掩护你。这一次我们会为 NOBO 赴汤蹈火的中尉。我们会完成任务的，上校。六号通话完毕。星号 RA-15 的可视范围内发现轻装军舰，看到了，确认目标。
到那里与他们会合。收到，前进中。上校，炸药桶已登记。收到，六号，带着你的火线小组前往剑桥。新装军舰跟超级战舰的燃料补给必须手动启动。遵命。五号，看好炸弹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遵命。中尉，听得到吗？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你行动要快，知道吗？战士，我们有一堆军火可供你使用。这家伙是我的，任何人别碰他。沙瓦纳号呼叫 Holland， 结构受到重大损伤，上校，我们必须暂时停火。收到，沙瓦纳号，我的小队已登舰。成功了。
现敌军。补给路线正渐渐接近西蒙的超级战舰，还有76秒到达终点。看来只好这样了。有好消息和坏消息，这架飞机遭到攻击，推进器的平衡器毁了，也就是说唯一能脱离这堆残渣的方法就是重力。那好消息呢？这就是好消息。以目前的速度，53秒就到终点。太好了。坏消息就是计时器坏了，我得手动引爆。这样是有去无回啊。反正也是迟早的事。快走吧，六号，下面那些人还需要你。听好，瑞奇一直待我不薄，现在是我回报的时候了，就交给我吧。告诉他们别让我的牺牲白费。
到要清空间裂口。编码中继站控制中心，在轨道防御网侦测到。侦测到要清空间裂口。对，我们也发现到有异常。也侦测到吗？侦测到要清空间裂口。侦测到要清空间裂口。到处都是他们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新空间。